250安那个就给跳了，现在已经跳下来了。你看所有闸我都已经拉下来了吧，但这个刚才我反复合了大概十几次吧，就我就要找看哪一路有问题嘛。啊，合了十几次以后，过个十几秒二十几秒自动啪就跳了。合上一会儿它就跳啊。现在我估计凉了，我估计应该问题不大了，应该能。它这种闸它漏宝跳的话和凉和热没有关系啊。地线，这是地线拍，这也做了个零线拍是吧？零线拍是这根出来的是吧？那三根火这一个零是吧？这一个啊，那个是吧？我先从这里得量一下，这一个也啊，你先试试走的，对，你先试试零线拍是不是？我先确定一下是这些的问题还是组件的问题。哦，就是等一下我需要什么工具了，等没有的话你给我找一下。你检查看看需要多少钱。哎呀，钱的好说啊，你跟我讲。我对钱不太关注。我现在都是粉丝。对，我对就是粉丝。嗯，对，别听他们说上面修一次好几百多少，没有。嗯，很多都是这个弄完了我就现结给你。250安的下面我要拆掉总闸下面的零线。还有我还大网红。还大网红。就是一普通电工还大网红。拆掉零线。像这种拉掉所有分闸以后，总闸合上一会儿就跳。基本上和零线漏电有关系。这里连着所有分路的零线。这种现象应该是零线漏电。但是是哪一路零线呢？下面这些漏宝都拉下电闸了，只能说现在上万用表测一下。一只表笔直接测地线，另一只表笔测量拆下的几根零线。哇，这一上表都是100到头啊！能把总闸干跳，证明这个零线漏电很严重。其他的几路零线都没问题，测一下其他的零线都很好。下面拉下闸这些也是漏电保护器，测的不是分电路的问题，是这一根线，这个零线与地线100到头，这个漏电很严重，那就顺着这路主线往下找，看下边接的什么电路。这路线他们说进了这一个主配电箱，进了这个电柜，然后上面漏电保护器，电闸也都拉下来了，下面也是漏电保护器。那就找它的零线，找零线。他们说这些闸没跳的，是这一路线吗？测一下，主零线与地线，100到头啊，就是这路线的问题啊。这一个电闸上面又并出一路线出去，那是电闸上面的线的问题，还是闸下面的线的问题呢？同样的方法，我拆掉漏宝下面的零线，拆下零线，测一下，先测一路。这一个没问题，再测另一路，表针有个瞬间摆动，就像充放电。再看上边，表针摆到头了，是进来主线的问题，还是并出的这路线的问题呢？并出的这路线进了旁边这个配电箱，电闸都是拉下来的，零线排下面是漏宝，看一下是不是这边的电路问题。一路一路测吧，拆掉这一路零线，拆一路测一路吧，拆掉这一路以后再测这个零线排，好了，表针没动，也就是说是我拆下了这路零线有问题，测一下，确实有问题，这路零线一共带了三路，都是漏电保护器，如果漏电它应该跳小漏电保护器啊，可是它没有跳的。他们说这些小电闸还没有跳的，都是后来拉下来的。按照咱们常理说，如果下面的分电路漏电，它会跳小漏电保护器，而不会跳那个总漏电保护器。那就测一下喽。这一路零线与地线100到头，这一路零线没问题，确定是这一路有问题。火线不漏电，那下面就找这路线，看哪里的问题。先去总配电箱。
测一下主线还有没有问题了，没问题给它接上电，他们都等着用电。测一下刚才漏电的这个主零线，没问题。把主零线恢复，给它压到总闸，总闸送电，可以送电了是吧？嗯。等会儿，这些都合吗？嗯，哎，和这个就下边有线的合就行，没线的不用。我知道，简易这方面我会。灯呢？合了，灯就亮了，亮了。OK。不跳了。他不跳了，他要不早跳了。是空腹喝的时候他都跳。空腹喝，你啥也不带的时候他就跳。啊、嗯？就是你啥也不带的时候他就跳。对，啥也不带他就跳。其他电路都正常用电了，就看这一路线了。这是展厅墙上的插座，控制了几个插座，这是插座接头在后边，是接错线了还是线有问题呢？这个位置是不是那路插座线呢？如果是的话，它是不带电的，现在没通电，线是从上面下来的。没有电，这些都没有电。高压电厂，火箭带电。这个有电。高压电厂，火箭带电。这个没有电。掐断这个零线以后，我测量一下后面的线路有没有问题，看是不是漏电的。这个表针没动，上面下来的这个主线零线对地一百到头，那这路线就是有问题的那一路，这是从顶上下来的，那就上房顶看一下，准备上顶喽。龙骨不敢踩，顺着墙走。以前修电路经常爬房顶，出问题的地方我大概应该猜个差不多。还得往前走，这前面亮光的地方，像猴一样顺着边爬着杆过来的，说是上面这线都穿了管，没穿管呀、这一块有网线，还有这个蓝色的是那个零线，这个零线往下走的时候别到这个位置了，我觉得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，看一下，把这个零线往上拽一点，看到了吗？破皮了，看很明显露出铜丝了，这个边那一块有个龙骨，在往下拉线的时候把线皮给拉破了，把这一块包一下处理一下，包上胶布以后避开那一块龙骨，然后再顺着这个边爬回去，问题找到了，这么样再一测就好了，没问题了，把线接上，合闸送电，这就完活了。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搞明白，为什么小的漏电保护器不跳呢？像这种情况，即使小的漏保跳了，总漏保也会跳的，因为这种漏电保护器漏电电流30毫安，它这个零线是不断开的，所以就是这个小的跳了，总的也会跳，因为它的零线始终是通的，跳闸是断不开的。漏保好不好使，一按啪跳了，好使，漏保是好的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